AWR 阿格纳，你现在正收听的是环球广播电台 DRM 短波31米9910千赫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收听环球广播电台 DRM 短波31米9910千赫。接下来我们将播出妇女之光节目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妇女之光，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？当你一想到孝敬父母时，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孝敬父母，会在对待他们、跟他们谈话方面看得出来吗？应该是。在圣经中，神要我们孝敬父母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杰欣。今天我们要在妇女之光节目当中谈谈这个问题。沈红，你好吗？好啊，你呢？谢谢，我很好。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，最近我看到一些小孩对他们的父母态度很没有礼貌，很不尊重。还有一天，我听到一个小男孩竟然对他的妈妈说粗话。我父亲过去常对我们说，不可以顶嘴，但是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，越来越糟了。身为父母的，竟然许可孩子不听话。我也看到很多大人也不尊重他们的年老的父母。在哪方面呢？很多啊，像说粗话、不体贴、态度恶劣等等。看来孝敬父母这个名词有很多意思，今天我们要好好谈一谈。